喂喂喂，嗯，现在才几点呢？嗯，天蛮晚啦。你加加班吼？那有啦，最近辞职啊。哈？辞职？嗯。为什么这临时？哎，啊，就临时决定的咩？因为我即马追求我的梦想。梦想哦？嗯。啊，有啦，我之前定听你讲，你喜欢画图嘛？是啊，因为我即马终于鼓起勇气，朝着我的梦想前进呢。啊，你即马有什么进展？最近吼，我完成几百道，啊，伫朋友遐吼。啊，画人咧卖啦！哎呦，听起来袂歹呢。嗯，而且你死了哦，遐头骨较值钱。我是无想到当时要会死啦。啊，那即卖卖了安那？是卖了袂歹啦。哦。即卖先甲车卖掉，啊，煞来要来卖厝啊。